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庆祭宫庆贺财神安座十周年，将在9月15号举办法会以及表演晚会，更有直角机车家电大赛。有兴趣参加比赛的民众，即日起就可以向庙方缴交600元比赛费用，庙方也会致赠招财钱母一枚，欢迎大家踊跃报名，看谁可以获得财神爷的眷顾，拿到最大奖150cc 机车，以及二奖125cc 机车。我们这次办的财神安座十周年，我们早上从8点有一个大法会，8点到2点3点这之间有一个财神招财进宝这个大法会。欢迎各界来，然后3点半以后我们一个法规机车还有家电的一个直杯大赛，法规打比赛，我们越多杯的第一名就是机车150还有125还有家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6点也有社团，还有7点也有明星表演，我们主要是把财神的这个福气带给我们各位的乡亲来使大家都有福气得到这个宝贵的这些家电还有宝贵的财气，我们做这个大会的意义在这边。除了机车大奖，还有电视机以及清净机、微波炉等家电大奖，庙方希望把财神的福气分享给大家。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